今次呢、我在这个湾仔会展有一个展览，咁呢個展覽咧係户外用品及運動嘅博覽啊，咁啊就講真啦，而家嗰個嘅疫情關係咧，要搞一啲咁大型嘅活動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嗰個嘅即係難度咧都好高啊。咁但因為大會咧都做咗好多嘅安全嘅檢測啊，同埋咧大家對嗰個嘅防疫嘅意識咧都好高，咁所以咧都成功俾我哋咧係喺呢度咧係做緊一個嘅博覽。咁究竟呢個博覽有啲乜嘢？的展覽，我們帶大家看看了吧。我相信大家都是對駕著車去旅行香港都比較少，是不是？但是其實不是沒有的，如果不是的話怎會有這些這樣的旅行車，是吧？我覺得很有趣，如果你駕著車裡面有這麼多的設備，又睡得又煮得東西又吃，我相信在香港是相對少的，當然在外國比較多一點。但這輛車買回來主要的作用就是你可以駕駛車旅行嘛，是吧？我覺得呢這個是一個很特別 的產品來的。我這些單車挺靚仔，還有這些單車很靚仔，香港如果你說去、玩露營啊，玩成他們真的駕駛車啦，是不是？但是你認識我逐風者的，我們通常去旅行去露營呢就不是駕車的，我們駕什麼？當然是駕遊艇啊，是不是？但是駕車的我想很多人都會自己認識，但是如果你駕遊艇去露營的話，我想我遲些就跟大家示範一下。咁佢哋做呢啲咁嘅露營車，我覺得對我 Terry 嚟講都好新奇、好特別。咁如果你哋有興趣了解一下，我哋唔會買呢啲所有嘅户外活動嘅，咁都可以啦。歡迎你哋咧，快啲嚟參加呢個展覽去睇下啦噃。仲有一樣嘢咧，佢呢個嘅展覽咧，個幾好嘅地方就係話佢有啲嘅市集啊。咁可以有啲嘢咧就可以買下嘅，咁亦都咧買得唔貴嘅添。咁呢個咧就賣咖啡噶啦，呢個賣啲乜嘢咧？可能都賣啲露營嘅嘢啦，背囊啦。咁當然喺呢啲展覽會入邊賣嘅嘢咧都唔會貴噶啦，因為大家都係做一種推廣嘅心態。這個市集仲有很多東西賣的，譬如賣衣服啦，賣一些露營的用品啦，小朋友來的話呢還有很多有一些活動，而這個呢就是那個地壺球聯會，他們怎樣玩這個地壺，是吧？推廣這個這樣的運動啦。玩水上運動的這些防曬衫呢，我想相信也都很適合你們來選購了。這個道呢就主要這個地方呢就是做 outdoor， 我想做 camping， 是不是？這裡呢就是怎樣扎營啊，扎營運兵有什麼好的產品 在這個展覽裡面呢也都大家會看到了。戶外活動當然不少得這些這樣的太陽眼鏡啦，哇挺型喔。今年的單車運動當然很厲害，是不是？李維斯又可以拿了很多冠軍，所以就用了很多場地就講介紹單車和單車的種類。雖然我就對單車就不太熟悉，但是我看到這些單車的類型都很特別，也都是很想停留多些時間研究一下。這個的戶外活動的博覽呢還有是有些乒乓球台給你示範和玩，還有呢這裡呢有很多場地呢是可以給人示範一下瑜伽是怎樣做的，這裡就說怎樣去這個什麼運動呢，
OK， 係教你點樣去掟飛鏢。今年最 hit 嘅咧就係呢個嘅運動啦，就叫咧劍擊。咁當然劍擊嘅嚇，喺今年嘅奧運嘅裏邊咧就大展光芒。咁啊喺呢啲推廣嘅裏邊咧，就可以令到好多一啲嘅青年人咧就開始咧就關注一下咧呢個劍擊嘅運動，都好事嚟嘅。嗱，最重要咧就呢個攤位啦。呢、这個攤位咧就係逐風者船藝會嘅，你會見到咧，因為我哋咧就主要咧係做水上運動啊嘛，係咪？咁所以咧你見到呢啲嘅航海旗咧，就係我哋嘅標誌嚟噶。嗱，呢個航海旗咧，講真，我喺意大利買嘅嚇，買咗好多年噶啦。咁所以咧就記得嚟到嘅時候咧，就同我打個招呼啦喎。咁嚟做乜嘢咧？咁基本上嚟呢度咧，要報課程啦。嗱，咁我哋有一個二級嘅課程、一級嘅課程、實習嘅課程。啊，不過嚟到呢度咧，就唔好忘記咧，同我打個招呼好嗎 ？OK， 快啲嚟，快啲嚟。OK， 等住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見你哋好嗎？拜拜。